칼국수 먹어서 어떻게? 반대 그저 막 뭐 요건 미치겠대. 막 아들 운동 치서 말했지. 운동 치서 말했지. 대주어서 말했지. 距今1亿多年前，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，昆仑山是青藏高原隆起的第一幕。一系列的地壳运动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种美丽的东西，人们将它称作玉。人类第一个使用玉的人打磨了一面玉符器，那是一个西灰飘荡的午后，距今12000余年。선생님采玉人脚下没有路，只有黄羊过往留下的蹄子印。这一年相继已有7个人到这儿看了一眼，掉头背着行李走了。留下的人将终身托付给大山，这儿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半斤的呀，
办法，真的放假了，可以。没法吃个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流过。雪窝子里抱回来的小狼两个月大了，出世蒸上第一锅馒头，山里的汉子们陆续钻出了帐篷，这是小狼最兴奋的时候。
近些年来，来自四川、河南、山东、甘肃各地的民工进了山，昆仑山四周的农民也割下了坎图曼坝子，吃着山上沸点过低、永远也蒸不熟的馒头，心里是攒了几辈子人的想法。在大伙喝着燕茶、吃馒头的时候，最初把小狼抱回来的努尔没吃。山下的女儿远，小狼成了他的另一个女儿，只是让一个久在大山的父亲更揪心。这一年，昆仑山上的雨雪盛，一下二三十天，活了80岁的人也少见。采玉人全在帐篷里出不去，雨雪落地流成河。10天前送菜就该来的驴队，到今天也没有踪影。又下雨又下雪呀，帐篷都要砸塌了，那个撑不动。你上来，Almas nemişçi zeylik, darraca hincanmay. Ölmüse türişem. Kuer Ban 是地道的昆仑山土著，自小跟着爷爷在如今他采玉的这些地方放羊。到这一年年底，同村的古里曼热娜将和他成亲。2年之后，能买一辆摩托车，可以驮着村里各家的羊皮出去卖。这个想法使他山里的每一天都不寻常。在这里给，这里给扣上，锁起来。昆仑山5月开动，到了9月，
离大雪再封山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在整个夏季，库尔班用了所有的空闲时间磨了这个新型的玉坠。终于等到了下山的这一天，山下是家的方向，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山道的难行和50公斤的玉石也挡不住一个归去的念头。9月的初雪一过，昆仑山所有的玉矿都开始往山下运玉石。海拔最高的海尼拉克矿没有牲口走的路，只有靠人工往下背。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对命运的叩击。这一年，阿拉马斯矿开采了1吨多玉石，最大的一块180公斤。昆仑山山地找不到一头能驮动的骡子和驴，只能由人往山下抬。估计这段路要走5天。
从昆仑山各个玉矿运下来的玉石，先由人工背两天，再转由驴队驮三天，才能运到昆仑山可以通公路的第一个村子。这一条大道连接着城市，连接着中国几乎每一个人口稍微密集一点的地方。在较为久远的年代，这条路被称作玉石之路，比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还要早2000年。这条大道上流动着一种有着美丽光泽的东西，犹如血液在血脉中流淌。从久远的史前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将它称作和田玉。